正思维就是说你念头念，但是我们这个念头时候啊，它是不住的，不住的，你看，我们的心相，常时住于无住、无着、无相，一些事物无相的，住即无住，不住才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因无所住，这样的思维叫正思维。一切烦恼不生了，消灭一些烦恼，能出生无量三昧，没有个注定，也没有个除定，就叫不住不出，心常入世，这才叫精进三昧。以这个三昧能入到无边际三昧，又叫三摩地。这三昧与三摩地不相的违背，以及是一体的，这样才能入一切自地。定能生慧，定能生慧，能进住禅三昧，能入禅波罗蜜。这个定都包含着很多很多的啊，对，大定呢不同了，就在你一天立四的时候，说做一些事儿，他在定中呢。佛说是法，度众生，他在定中呢。咱们看见佛降生。入灭这八相啊，好像有这些变化，实际上这些个它在定中而现的境界。禅定不是有个什么实在东西，暂即入世，随缘做一切事业的时候而没离开定，这才叫定，大定。换句话说，在五尘境界，在三界三有的世界的本体那定体呀、啊、湛然的，就是我们说礼拜呀、慈颂啊、观想佛像的，这都叫攀缘，攀缘圣境。攀缘圣境这个不是智，是情，是妄情。入禅定的功夫，这些个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没有六尘境界相了，六尘境界相了，这才叫定。那禅呢，极简单的。心常入世，是真心呢、啊、常入世。所以比如说呀，在这五蕴境界，越贪越舍利不了，越不厌弃。要活，想要活的熄灭，你经常又往里头加柴火加心，加心加柴，那火能熄灭吗？说你让你心静下来，你不让它里头有五欲境界，不要有五欲的思想。这叫禅定，禅定。这以下说智慧门就多了，这个禅定啊，
清凉国师讲的很多很多，但是这是把乃至于四禅四定凡夫的禅圣人的禅，就是包括二乘的禅都包括的乃大乘禅定，他次第的讲的很多，但是华严经只讲的心念，讲的心念关心，他讲叫意多自在无奈，小大相容，一多一即是多，多即是这在禅定里头啊，这在禅定里头，是吧？一入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是定，禅定，对，一切的事物都入于禅定，禅定就是外边的境界相，外边境界相，一个是你所缘的。定所缘的，二是所缘的分机，或者定的用，定的作用，悉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是有大定，在一些动的时候，动无定景，动没有定的景，都在定中，都在定中。佛者从八相成道到一直入涅槃都在定中啊，定中，定是体，体上说起来的用，所有的用，用即是体，这叫什么呢？等词平等词上，这叫三摩不地，叫什么三摩不地翻等字，心即无心，乃至所有作用都没那个定体，所有功德我所做的一些事业，因定而起，就定体不动工，拿智慧来印证，这就叫一时境界。一时境界是没境界的境界，这种定就深了，这叫什么定呢？是智定，是智慧地达到，这是定的果德上说，定的果德说，这是华严境界的定，定，叫禅定的定。其次讲般若第六，第六是般若是智慧，闻法受持，听到佛所教授的就去做，这样就是能开智慧，开出本来智，尽善知识，成事不倦，常要闻法，心无怨着，随所听受，入理思维，这是般若智慧。说在住佛所，听法就做，受持就持之。要常时亲近善友，听善知识。一闻法就升起法喜充满。生起欢乐，心无厌着，随所听受的法，从文字到语言，入理思维，都把它归之于心，从心上起，入理思维能入大定的智慧，入定的是真三昧，咱们没有邪见偏见脾见，上观诸法的实相印，用疑心来印证，有实相印，这观一切法的法性
关系法的法体。嗯，了知如来无功用道，这个很含很深的了。无功用道，并是不去做了，做也无个躲，也没个得，做要有所得呀，无得，这些入三真三昧，没有其他的一切的偏见、体见，那邪见更没有了。善观是诸法的，它的实相的，这叫普门智慧。这才能入于一切自字之门，入佛的境界，佛的智慧，容得无休息。经常这样观，初观很生疏的，观久了不生疏了。观就是思维修，思维修了，在法上得到自在。观自在，观就是思维修，在一些法上得到自在，这才入于一些自治之门，成就了，容得修习，这叫真正的清净的般若波罗蜜。这入圆教了，圆教了。光智慧不行，这是根本字，它得达到有方便善巧啊，完了有方便字，是吧？华严经跟其他的经不同，这个智慧底下开了方便愿力字，成为十度，成为十度。这世间所有些作业达到这种境界，他利益众生时候永远才不疲倦呢，才能疲倦。一个成就者，成就者他利益众生，他永远没有疲倦的时候，他思想里头也没有什么叫利益众生，也没有什么不利益众生，要有一个利益众生想，这还没有成就。是不是有所求他就现。但是他所行的一切没有眼着，心里没有思，没有是眼着的思维，他也现凡夫身，跟凡夫一样的生活起居，跟凡夫一样的。但是现圣人身，跟圣人是一样的。圆满之行，他所做的就是圆满的。他有时候现生死，像释迦牟尼佛也现生死啊。他的生死不是生死，只是现，也能现涅槃，也能现生死。观察一切所作呀，视现一些庄严事，而不贪着。说他方便善巧，这叫方便字。骗入住取，度脱众生，对于六鬼畜生都去骗入住取，这叫净方便波罗蜜，清净的方便波罗蜜。这叫巧字，智慧当中巧字，度是方便，叫方便慧，从体而起的大用。八是愿，愿是什么呢？发愿成就一些众生，庄严一些世界，供养一些诸佛，通达无障碍法。我就是佛，佛究竟法。他所修行的遍法界行，神恒住未尽未来界，生的常住的不入灭的，但是身相现的不同，
这个神消失了，现那个神，那个神消失，现那个神。就流转的，尽献一切果道，不止献友情啊，还献果道啊。尽仗如来智慧，证得了佛的智慧。这能得到清净的波罗蜜，是愿波罗蜜，愿波罗蜜。力波罗蜜，具身心力，无有杂染。这个力呀、啊，是身心的力，心力没有杂染。身心力摧毁一切不信者。大悲力，大悲就是利益众生嘛，不生疲厌，永远入善。如果观自在菩萨不是大悲力，观世音菩萨不是大悲力，不会在极乐世界到娑婆世界来。这是他大悲力，大慈力所行的平等平等。种慈力就是咱们前面讲的，以简短的语言持无量意，就叫种慈。是种一切法持无量意，方便的善巧啊，都含在里头了。以辩才力使一切众生喜欢喜，满一切众生的愿，他喜欢听的辩才力。这是无奈的，无障碍，就是随众生心。波罗蜜力，波罗蜜道比那庄严，一切大乘法一正二报都得到庄严。大愿力永不断绝，地藏王菩萨他的愿力永远无断绝，为什么称大愿呢？大愿，大神通力，那这个神通力就产生了无量无边的利益众生的力量，随众生所欲，随众生所要。加持力，咱们经常求加持吧，众生求的太多了，满一些众生愿是加持。这是大菩萨，乃至于诸佛，是在能见力波罗蜜，这叫力。是智慧啊，知贪欲行者，知嗔恚行者，知欲思行者，知分行者，等分行者，知修学地行者，一念中知无边众生心，知无边众生心，知一切法真实，知一切如来力，普觉悟法界门，是在能尽自波罗蜜。这个很深，但今天是讲不完了的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认识中华国际诗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诗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，
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、小鱼，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启建49日药师法会，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，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，恭请湛信法师主法。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2。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，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。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，可登记病苦者每日法会后接会回向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中山书坊陈真义工，洽询电话07221-2323，07221-2323，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七所归依修岁月金融，我爱安在眼中，云光是心中，大红四月度脱烦恼，阿弥陀宝观音罗顶戴华莲容，站在巴南寻声救苦，佛祖解枷锁，化作西风三珍宝，破戒贫穷，养子受累四十，沙地甘露，人在王者烟火中，唯愿尽孝临法会，仙草的祖尊荣威，寻起红王玉液金子归，一才子从容，才女嫔飞泪，梦的花仙来收甘露味，过世朝圣敬畏光世世，佛法里名为最终良知，是从怀有这家边邦的念佛有魂来受甘露味，吾将荣臣统领三军队，借阵交锋锣鼓喧天地，沙场内为国王前来受甘露味，血骨穷极
心，锦绣文章是映雪透光，苦子寒松内，别说多肩膀无名字，与有魂来说敢入围，是为超生死，说寒来不觉无常子，反照回光来说本路为，玉壶花冠少发修真日，莲要少等阳性还元气，困老僧只望等仙位，新婚来说敢入围，孝子贤孙已有送良子，爹的真情世世如归去，长街望去千古留影去，更更灵魂来说敢入围，女到泥流身处黄金地，见冰心事，宝鸡探究难免无常对，这位贵真来说敢入围，坐孤心上种种金银杯，一树多能貌一秋彩地，北京烈香是在他房地，来说敢入围，犯法早心牢狱上游戏，浮名谋财在主冤家里，何其天才懂事其王辈，说的黄泉来说敢入围，骂他车上象牙声心碎，跪几雷轰之文宣亮仪，水火奔庙不要舍上泪，酒魂孤魂来说敢入围，饮血如毛声沾满一地，佛在苍老比且冰如泥，前往无心冤家里，把那三步兵得去抄起，张王光明来说敢入围，阿弥陀佛，爱左右便是
生命。